不是，怎么会溢出售票呢？我们和领导一块出差，我们领导刚刚上去，这我们要是不到怎么办呀？你能不能帮帮忙再看看有没有票？不好意思，我们是按照直机顺序办理的，而且现在飞机上确实没有空位了。小白，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秦然哥，我们应该是来晚了，这班飞机满了，我们只能下一班了。那怎么行？于部长刚才说了，要在飞机上跟我们对一下会议的进程，这班飞机我们就是挂在翅膀上也要飞过去。 于师不要慌啊，师傅教你一下处理危机的技巧啊。小姐姐，下一位。哎，大家都是大红人嘛，出来混口饭吃也不容易，是吧？同我们一下，哎，柳小姐是吧 ？Miss Liu，My name is 别，天然哥，咱们走，快，走哪去？ 我给我舅舅打了个电话，我舅舅跟航空公司呢换了两个会员的位置，哎，赶紧的，我们走那边 VIP， 要不然来不及了。你什么舅舅靠不靠谱啊？你好，请往里走。哎，小白，那个一会儿起飞以后把这份文件交给于部长啊。飞机上争分夺秒工作，这就是我想象中的职场生活。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坐这儿，我们是经济舱啊。帮我看一下位子。先生您好，这是您的座位。 啊！哎，天哥，给我坐了。您好，请往里走。啥情况啊？放心吧，你跟我讲过，我们 V6 以下的员工出差标准是经济舱啊，但我让我舅舅免费帮我们升了舱呀。哎，你放心，绝对不会牵扯到报销问题。怎么样，天哥，没给你丢脸吧？靠谱啊！ 哎，姑娘，一罐啤酒，谢谢。好的，您稍等。两个。好的。天然哥，你看那，嘘，别说话，睡觉。哦。天然哥，别说话。 对不起，丢人的是我。